花莲环保教育站首次举办浴佛典礼，为的是要让年长的志工们就近把握殊胜因缘，让环保志工都来参与，更了解浴佛节的意义。其实他们在爱护这个地球，爱护这个环境，其实他们是非常圣洁，而且他们是非常伟大的。每天都能看见环保菩萨的身影，他们不怕辛苦，回收分类做得很彻底，环保爱地球是重要的使命。我有这个时间在这边付出，是我的福报。我既然承担了，我就是要有责任感。我的心现在都一直在这个环保站。我都是对一切万物众生都很慈悲，那我们做环保也是希望能够惜物爱物啊，能够对的环境能够有帮助啊，所以也是一个慈悲心的展现。简单而庄严的浴佛仪式，所有人发心立愿，祈求祥和与安定，共同守护地球的环境健康。大爱新闻杨爱婷、刘宏志、翁国佳，花莲报道。